我的话是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，但是大概中间有十多年没回家，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了一个乡村图书馆，大概200个平方左右。改造换了一年，然后在去年的6月份开放，开放之后现在是第二年。之前的工作一直是一个婚礼主持人，在这个恩施之外，在全国各地啊，在那做歌手啊。小时候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看书，当时的话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么丰富的图书。回家乡要做一点事情，这个想法其实有很多年了。经过一些考察，最后把这个点就定到给小孩做一个书。书籍的话，大部分是来自于社会经济，陆陆续续的到现在差不多有8000多册书。各类的读书会是以这个读书为主题，中间也穿插一些小孩子的一些互动。通过活动的话呢，可以吸引到本村的还有周围的啊一些这个孩子。我们一般一个星期会做一场活动。来到这里来看书的，我们都会给他们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中饭。那好多都是周围离得很远，现在需要很多的食材，那我们也就做了一个像这样的爱心农场。相反是他们自己来不了这里的孩子，大概有300。那如果说有爱心人士给那些孩子捐的一些鞋呀、衣服啊、那学习用具啊，我们就去看一看，同时把那些给送给他们。邻村、本村都有，不远40-50公里吧。结果很多的村里面的7-8个房子，一个村庄就一个孩子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无睹过我这个。包括来了这边的有很多志愿者啊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给小孩子的陪伴吧。目前有超过300，大学生居多。我们目前来说，还有来自于广州武汉那边的大城市的孩子，家长带过来是体验乡村生活。我在这件事情没有去想特别大，反正就是做到哪里算哪里。最主要是就让这些孩子们多一些帮助。如果说能够越做越好，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就多开几家这样的分馆。